主公，请看，前方就是黄巾军的部队，正好能在正式开战前做个热身。我们走，将敌人杀个片甲不留。若我们黄巾军作对，一定会受到天谴，就像现在这样。你们是不是想阻挠黄巾军？那就来和力大无穷、跑得飞快的周仓决一胜负吧！老夫吧！这下糟糕了，我还是快点逃吧。要引出黄巾军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彻底击溃眼前的敌人。我长点记性。和年纪没有关系，交给老夫吧。自己人过来，就这样让敌军遭遇董卓，我们则趁此机会击败张角。哦，原来还有人与我想法一致啊。就是老夫的地盘了。天已死，皇天当立。凡夫俗子们，见证皇天的奇迹吧！可恶，突厥的怪力让我们无法正常战斗。随便是谁都好，快去给我杀了张角！
夫吧！黄天的，请赐予我猛烈的雷之力！老夫们，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太阳不战。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我想那个要地的一方应该就可以取胜，火速前进吧。应打击敌人的痛处，目标是那里，上啊！姜还是老的辣，不要小看老夫。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老夫们，能不战？战斗的精髓就是占领要地，我们却把敌人的据点收为己有。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击溃敌人吧，任何人都休想阻挡我们的前路。姜还是老的辣，不要小看老夫。应打击敌人的痛处，目标是那里，上啊！休想阻碍张角大人，只有黄天盛世才是我们的救星。能不战？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老夫们，能不战？目标已经确定，打乱敌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